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师小妹，我是花姐。导演上东西，哇哦，一个大箱子，我们一起来开开看看。呀，这是什么？艺术棒棒糖。哇哦，一说到艺术，就是发人深思，到底有多艺术呢？这棒棒糖，我可是吃过很多很多种棒棒糖的。拆开看看，呀，这什么样子？看不出来呢，紫色的。嘿，好奇怪哦，这个样子。蚕茧吗？全部都裹起来了。后背还有点像，但是前面的话不像。哇，它不会是像那种僵尸啊，用布裹起来那种感觉吧？我看到有一个叫《倒霉熊》的动画片，里面就有这个环节，那僵尸啊，用布浑身上下裹起来，哦，就这个样子。嗯，还有点像有头有脚，看来真的是那个东西。难怪说艺术棒棒糖，哈，这可真够艺术的。但是呢，我不怕。那要是看鬼片的话，我肯定会吓得老远老远。但是把它做成了这种棒棒糖的话，似乎变得迷你又萌趣了。啊，反正我什么都看不见它，骨头架子也看不见，只看着一层紫色的东西裹在它的上面。哎呦妈，咬不动，这糖真坚硬，看我的牙齿印儿都硌在上面，但它就是不动。但是这样舔舔吧，艺术棒棒糖，紫色葡萄味的，嗯，但这种果味呢又不是特别浓，微微的有点甜，嗯，啊，但这味道吧，它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吧，果汁味不是特别浓。再猜一个，嗯，导演你尝一个，让我瞧这样子，僵尸裹的布的是吧？这造型该独特了，但是味道呢，看是吃着很普通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刚好和它这“艺术”两个字是呼应了。嗯，想象着很吓人的，看似着不吓人的这种艺术棒棒糖，好，堪称僵尸棒棒糖，但看不见僵尸哦。嗯，口味一般般。好了，那本期的僵尸棒棒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花姐每期不一样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